那就像刚才天天提到，假如说，哎，你觉得他们刚才的这个理念非常的好，那你也希望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你可能有些朋友，哎，最近正好有这个礼盒这个包装规划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他们正在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我觉得也可以帮忙做一下引荐。好的，再来下面一位朋友是我们这个鼎峰，就是刚才他提到，他现在虽然目前还是学生，可是却同时身兼三职，这是相当厉害。我们来听看他的分享，他是如何办到，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那个如何办到那个时间调控，我们在如果有人问的话，我再回答，因为我这东西我们说的三份嘛，然后我就尽量分享，然后看能够讲多少。好，一开始就是讲，就是我还是学生嘛，那我先讲自己的个人经历。我是中医大学学生，然后我当过社长，然后当过学生代表，然后当过那个电信系资讯长，然后当过那个经费审查会委员，然后还去参加过那个微电影比赛，然后当剪辑师，然后打杂的，然后现在因为有朋友关系嘛，我现在在新闻社，然后有当顾问，就是一些社团方面的话，我是比较擅长的方面。那因为也是社团玩，就是感觉到是很多嘛，那相对来说被牺牲掉某一方面的，我自己本身科什么，是电机学生代表啊，电机本身本科比较没有什么辅导。所以我是主修社团，是党修，本系是党修。然后就是这是我一些活动的照片，然后就是参加好像办蛮多活动的感觉。好，那因为修太多拆太多课了嘛，那个外系的课，社团课，那我现在也毕了，那然后呢，就是不小心K 到几科，然后没领毕了，那我现在就是现在突然延毕了，我其实一开始想到我会顺利毕业，其实然后不小心延毕了，那我怎么办？未来方向，那我要干什么？突然什么东西，那些社团什么东西，那就我未来后面，好像没什么，后面没什么用，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那时候，我现在就是，大四升大五嘛，那我就是 K 就是有一些学分，那就几科，一个学期就大概修了四五学分，那很多时间怎么用？那我那时候想，好，那我要找一份正职的工作。好，那找一份正职工作，好，那我就开始丢履历做面试啊，怎么样？第一个面试，那叫什么？陶瓷的网厂商，然后叫做网站专案的管理人员，然后他的工作内容比较相似，就是一开始他写的是没有很详细的，就是说，欢迎愿意来尝试，然后欢迎没有经验的人，然后好，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自己因为电子嘛，我自己有多修一些，程式方面、网站方面的东西，那我就好，我就来，那面试的主管就说，那我就去面试嘛，然后我就拿一些以前，刚那些社团经历啊，一些简单的程式啊，然后他说，他说他就说，就是我还觉得还不适合这个，然后觉得他就看到这些东西，然后还就觉得还太嫩，就是来学生的东西嘛，那我们需要更有经验的。好，那我就是开始想，那没有还没开始想，就是他讲完这些嘛，就开始问，然后那我应该怎么样再加强？然后他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那你可能先找一份简单的工作什么的。边超商啊，还是哪家餐厅啊？先找个工作，然后至少能够温饱。那你用这一年时间，把自己的专业培养起来。我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那我就回去再思考。那我自己先，我到底想要怎样的工作？我想要一个有个学习环境，然后成长空间，弹性自主。然后工作就他讲说的就是至少能够温补，收支打平，这样就可以。我最主要是我想要有更大的成长空间。现在赚钱我不是很 care， 我重要的是未来学生，然后我最重要的是我后面能够赚多少钱，后面要怎样让自己更成长。好，那我就想，那就自己思考。那我就经过他这些经历，我就开始思考，就是我后来自己分析啊，就是它是一个中小企业，然后那中小企业它需要人才需求是。就是能够马上实战的比较居多，那我还是学生，他不会培养我。那我真的要进去的话，他就是要让自己去经验，要去经验，需要先培养自己。那每个人课，企业
现在不一定会培养每个人，那他需要的人，你要知道，你是不是他那份名单。好，那我再继续思考，就是我现在准备的东西，这是我是网上查的，就是有人就是有 po 一个问题是说他准备很多东西，然后给面试官看，然后面试官说这些东西觉得还你还很烂，那但是就是有准备这些东西，那网上下面有人说就是你去准备很多东西去证明你是一个菜鸟，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准备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定位太低，我们要去把自己定位高一点，去把自己设想更专业一点，让别人看到你的专业，让别人看到你更有价值，而不是就是不会像是一般大家说，哎，一开始怎样怎样，哪些基本的东西你要讨好，没有，你一开始就直接把你定位高，你只要看你那些专业的流程、专业的东西，他才会看到你的价值，你才真的有用。那我现在就是好好学习，培养自己，那学习比专业重要。好，那我第一份工作，那我就是因为我去找，还有没有一个适合的工作给我？那我就是就是一个律师事务所，他在网上写兼职专案，就是要写一个营运计划的工作，是兼职的。他一个 case 就算我一万块，然后就算我一万，这算一般是10000块。那我直接打电话去问啊，我就这个、一份我还学生，但是我还不太会写，那你也给我，就是我可以这样做嘛？他就算你创一个案子5000块，但是我在那边学这样子。那我其实我后来去那边聊，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写这个东西，然后都是他在那边讲啊，这就是我的那个我的工作环境，就是老板儿子，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律师事务啊，老板是就是他本身就是之前就是有当过律师，就有专门在打案子，然后他自己跳出来创业，然后已经做了10年了，他就是有一个市场，然后就找人来帮忙写他写 case， 他来接到他，然后我们帮忙写，其实然后就这种工作就觉得还不错，就是来一个有一个学习环境的工作，那我就想，那就是就是我觉得这工作就是很少有这种律师事务所愿意这样子外聘来，然后莫名其妙就接一份工作，然后再来这样写，然后他其实很愿意教，然后就他想要让你赶快学习，学完之后能够帮他写案子，然后我就这就是我刚刚就想到的，但其实我们知道那找工作就很少，就很多都是找那个便利商店啊，就是那个餐厅啊，然后就是大部分工作都是要你的劳动力，不会想说就是让你变强变更强，所以我会特别去找，就是去找适合你的环境，尽管它很少或不存在，但是我还是找到了，就是他愿意教我，愿意让我学习，那我这东西我学完之后，我可以自己写了，就是我可以不用经过他，那他也愿意教，他就说就是反正就你就尽量学尽量写啊，然后你学完你自己出事也 OK 啊，反正就是这里永远环境让你学习。然后，那我这边法律是有很多很多好处啊，就是法律有很多规则，然后又很紧密，所以很多规则你去了解它，然后你才能运用它。它就是智慧财产交易所，它教很多智慧财产的东西，然后我去运用当一个智慧财产，就是当一个企业的顾问，然后去帮忙他写经营计划书，这是我做的工作 SBI 啊，然后跟天使计划，然后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是接触了很多的创新企业。好，那我第二份工作是整天理货，整天理货就是因为我应该想说就是很前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想说就是能够找一份工作，它能够就是能够练就是锻炼身体，然后能够轻松比如说轻松啊，就是有份工作能够练身体，然后能够赚钱，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那我就是那我们工作就是比较包装理货，不是包装啊，就是把这 一台台里面车啊，然后想办法分类，然后堆到那车子上面，这是我做的工作。那做这个工作有什么样好处吗？也没有说什么好处啊，就一样，就是让你就知道，就是在你休息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正在工作，那你然后训练自己体力是给自己一个挑战。那不要小看任何人，不管他是不是做劳力性工作，他做什么的。就是我是就是按照这种心态去做这份工作的，那我接触物流是接触市场工作，那我相对来说我就接触到，就我知道什么时候哪些水果啊，还是哪些包裹，还是哪些
什么博客来，那就是突然就一吹出来。所以我就是接触到市场后，实际接触到，我知道哪些时候哪些东西会出来。那我每一包我都拿过，所以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市场。好，那我第二份工作是在做保险业，我是南山人寿的。那我按照公司的规定，我不能讲太多东西。然后我就是讲，我认识我的主管，他一进去，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公司你的资源，然后你都可以免费使用，他的公司都免费使用，然后免费学习，然后你不用对谁负责，你就也不做成功的，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去学去看。我就想说，这份工作好像还不错，那我就去那边看看。然后但是然后他就多来做这个来看看，然后但是他会训练你怎么培养你，就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好，那我直接跳总结，就是我在南山的时候会有很多就是很多演讲，就我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人，做很多学习，他们就提供很多环境。然后包就是呢，他保险他很难，然后他学习财务，然后最重要是你会规划别人的人生，你要掌握他主管交往他，你要掌握公司还有个社会过程，然后进而掌握自己生命，去认识更多人，你会让自己的光更拓展更广泛，会自己更你的生命会比一个人变更丰富数倍，你会自己体会人生。好，那我整个就是在培养我自己，黑猫事务留业。接触市场变身体，约翰事务所是中小企业顾问，法律知识、企业规划与那个创业企业，那人生个人财务规个人顾问，然后金融知识、机构财务市场，反正这些。那最后总结，我是想要停留在这句：停在岸上的帆船最安全，但是不出海的帆船有什么用呢？这是我的人生。谢谢。